邓彦超，30岁，四川传媒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。主持人，各位领导好。大家好，我叫邓彦超，来自广州，之前在西藏有过3年的工作经历，谢谢大家。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，嗯，对，你的经历我看到挺丰富的，年纪大了嘛，所以就丰富一点。好，我们一起就来了解一下他。该怎么介绍自己呢？我想先从声音开始，我是电台主播。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拉萨人民广播电视台 FM91.4， 正在为您直播的拉萨说。大家周末愉快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超哥。也拍摄过美食自媒体节目超哥探店。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超哥探店。哎呀，这一期我们这是全新的阵容，全新的拍摄。既是发问者，也同样是思考者。就像520这一天，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太大的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去迎接生活的每一天吧。每个人的人生路上都充满着迷茫和恐惧，但我更喜欢挑战。当过这个艺术学院的主持培训老师，在这个杂志做过发行主管，还在广电集团当过主持人，然后现在在李海英大师工作室做艺人助理。对，是跟着李海英老师的。我特别喜欢李海英老师的作品。他就在北京，我明天可以带你见他，所以咱俩就可以换一下，你去跟他，我做主持人刚合适。因为我本来今天找的工作其实就是想跟主持跟媒体相关的行业。好，让我也尝试一下。对，我也想问你，今天来到非你莫属，你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？其实我喜欢台前的工作，我觉得台前的工作让我感觉很有激情，很有热情。你这上面写的是项目负责人，项目负责人的话，我觉得它可以很宽泛。你像主持人的话，它是对舞台的项目负责。像你做，比如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，都要相当于都要对这件事儿负责，我觉得都是项目。你有意向企业吗？今天我看了一下啊，我觉得我也小小的总结了一下啊，如果说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功人士的标配是什么样的呢？那首先呢，我觉得小的时候啊，你得去这个得到文化上上网课，再就是呢，如果实在不行，你就跟这个松鼠 AI 一对一给你补补课，然后之后呢，你慢慢长大到了大学，你跟着这个黑洞投资，你多学点这个理财投资的观念。那再到后面可能你要面临着找工作了，找工作的话这边有五八同城，有举贤网啊，这个上面的工作是任你挑选。那之后呢，你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我觉得最重要的，现在人最重要的是自我营销和自我包装。那我觉得跟石头哥学一学，对吧，智立方的营销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还可以呢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如果你想小团游的话，那就六人游，大一点的话就迎科旅游，再不行再搞点文化，比如说迎朗文化，跟他学一学，积累点厚度。那还有就是呢，你还可以让自己的天地再广阔一点啊，走入大林天地，对自己的形象再包装一点，美在当下。你还可以怎么做呢？那你就去梅尔木眼科，给你的眼睛再明亮一下。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标配。但是这种工作，说实话，这不现场坐了这么多人吗？我也只能选一个。对，最差不多吧，就两个人跟我抢，对吧？抢我。但是我就希望呢，就是多多益善，都来啊，肯定对我来说是更好的。不是小超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小超同学啊，既然呢你刚才提到了智立方，也提到了我，我看得出来你用了好多心把它串起来，是吧？